策划成功的信息，然后也要聊一下自己的东西。对，真是的，是的，对，就是翻译有时候还是好的，这是官方的预算，就该这样调的，调不完的东西。真的是这样，这样的，一二三四五六，那还找不出原因。我这边自己有点取代，结果好像掉了。废话。是当然是。他打约会打在这里给你看。成功了吧？嗯，他在十八分钟就好了。他在屌炸天，十八分钟。好，他后面好几个是大圈圈，那个就不用管了，就直接停掉。帅吗？帅。蓝，蓝蓝色美吗？你知道为什么他就听解说吗？因为他一到这边的时候，全部电脑关起来，他说：“哎，这个电脑关起来不行。”然后Ken就笑笑 ：“Yes, you can。”哈哈哈哈哈！超搞笑。别继续。到底该不该播这个影片呢？你休息靠背。到底该不该不该播这个影片给看一看呢？叮叮。我给你剪一条，你剪一条。好帅哦，好饿哦。明天有的交代吗？对啊。我们三个一起在玩。嗯。然后睡觉。只要他 delay， 太奇怪了，好奇分组，没有 delay， 是学生的错，学生不认真。可以刚才录了吗？哦，你说清楚。等一下把他的所有消音。对，等一下把声音关掉，不然就是不要消音，把声音处理了，听不出来。只要他有 delay， 没有的。隐藏啊。隐中 code， 然后你还要 random 加入词。嗯。好，没事。嗯。分什么东西出来？有麻木我？有什么？我干狗屎运。好贴切。那我就说，啊，他就说什么？你跟郭汉讲一组啊。郭汉讲一组。我就，哦。嗯，也加油。为什么我就分组的分到一中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好爽哦！多说几句啊，子玉。不能录了。不能录。你知道，好像我那个星期四那个 performance 那个，还是跟杰克。哦，是哦。就各组要讨论计较。What the fuck? What the fuck? 怎么了？刚刚啥事啊？他这个在动，然后没有那个。什么东西？他是不是拉不动？对。Pass 吗 ？Disconnect。哇，那把结束了。没有 ，Pass 也没办法继续。哦 ，Pass 对，那停就停，那好。我们就。你不要留下那个东西。那图好丑，我的 fuck。